Welcome to the 大家晚上好。那欢迎来到我们这一系列论坛的第一期。那我们将会有十二位杰出的演讲者，他们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了，就是追寻了生命的意义。那今天晚上这第一期分享呢，我为大家介绍两位杰出的嘉宾。那在介绍他们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些关于追寻生命意义的一些名言。I'm trying to find the. This is a PowerPoint? Yeah. No, this is a PDF. PDF? Yeah, okay, here we go. Okay, I want to just make some quotes about the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various sources, but just.很多人他们思考过生命的意义。第一个是人生的意义呢，就是赋予人生意义。那么 Victor Frankl 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一个人他对生命意义的追寻，那么写了他在集中营中的经历。那第二个呢，是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他说呢，如果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呢，那么人生的困难你都能克服了。第三个是玛丽安·威廉森，他说，当我们让自己的光芒照射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无意识中我们也鼓励了他人把他们的光芒发散出来。当我们把自己从自己的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的这种存在呢，也自然的让其他人从他们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下一位叫 Nadine Stair， 他85岁写下的这一段话。他就说，如果呢，我这个人生重来一次，那也许呢，我会有更多真正遇到更多真正的困难，但是更少假想中的困难。因为呢，作为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来说呢，就是我每一小时每一天都很清醒的过呢，那我就经历了很一个一个的时刻。那么如果我人生再过一次呢，我会有更多经历的一个一个的时刻。那么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一个时刻去组成的，而不是说在当下去幻想未来。那这个其实很符合我当下的心境，因为我大概也是这个年龄了。那么下面一个是《道德经》的第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As profound the mystery as can be, it is gate to the essence of our life.
And usually, you know, in Dao De Jing, we use the Taiji diagram to express. 我们经常用这个太极的图来表达。跟那个佛教经典里的因陀罗网的这个比喻有点相似。那么下面我介绍我们的两位演讲者。他们今天就讲到如何和道，如何与道相合。在他们追寻人生意义的这个旅途中。这两位嘉宾都很杰出，我今天只能简短的介绍一下。那么恒实法师呢，是法界佛教总会董事会的主席，也是伯克莱圣寺的住持。当他是一位年轻的僧侣的时候呢，和另一位法师恒潮法师，他们为求世界和平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就是三步一拜。这个朝圣之旅是从加州的帕萨蒂纳市，然后开始在瑜伽镇结束，总共历经了800英里呢，然后花了2年6个月的时间。恒实法师他到达万佛圣城之后呢，他继续的在三步一拜，并且保持止语。那今天时间有限，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那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尼珀梅塔先生，他是 service space 这个叫服务空间的这个非盈利组织的创始人。然后他20几岁的时候就把工作辞掉，全职做义工。那么在过去的15年中，他的这个慈善工作就是影响了上千万的人，然后有50万的义工，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慈善项目。那他的人生理念是把更多的微笑带到世界，然后把更多的宁静带入我心。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two speakers. 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分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谢谢叶教授还有叶妈妈的这样一个邀请，让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那梅塔先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那我认识他的全家的人，我想我应该过去做过什么善事呢？这辈子有这么好的朋友。那梅塔先生法师感谢翻译者帮忙，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聆听。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人生的意义。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小时候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这个问题会被人笑话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可能是书呆子才会想的问题，可能就是太闲的人才会想这种问题。想这种问题呢，简直是浪费时间。
pack of beer, you know, let's do that. That was kind of that. 就好像是人们喝酒之后的一种消遣。那很多美国小孩子他小时候就是运动啊，还有女孩子想这些事情。那我那个 小的时候我是想说身体怎么样变强壮。那那个时候在流行文化里流行的那些东西呢，比如说像迷失的牛仔或者是特工，所以说呢，要么就是流行文化里面流行的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美德可言。那我当时想变得更强壮，但是我觉得好像缺少一些什么，因为全部都是向外持球。那没有打动我的心灵。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视节目，在我们那个年代，功夫。这是这一个电视节目，就是里面的这个主角是在少林寺受过训练，他也是一个牛仔，他用他的武力解决问题，当然他不会进行杀戮。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叫智慧的进行选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有一点点打动到我心灵。那个时候就可能我第一次看到说，哎，人生的意义可以向内找到。那这个节目《空腹》这个节目，你在 YouTube 上还能找到。那我离开了我的那个基督教的家庭背景，然后我开始读《道德经》，然后看到这些不同的故事，然后看到他们的意义，然后我也发现了禅，然后开始打坐。那我的这种追寻呢，不再专注于物质上。如果你问别人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说，哎，湖边一个小屋，然后再加一艘船。那你人生就满足了，就圆满了。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重要，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因为我看到那些得到这些物质的成就的人，他们并不快乐。那所以通过积累财富、积累物质，找到人生意义的这种方式，好像不是很可行。哦，没有效。所以那个时候当我找到禅修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想那个打坐的目标是开悟，我在想说，哎，如果我能够通过打坐然后开悟的话就幸福了。然后有一位教授叫 Hugh Smith， 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就非常贪着要开悟，但后来发现，咦，这种贪求呢，虽然他是贪求开悟，但是好像跟贪求物质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然后后来我又看到，盂兰盆
金盂兰盆的故事。那盂兰盆节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佛经的故事，而且就是摩诃目犍连尊者他证悟了，然后他觉得他开悟之后做第一件事，得到神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找他的妈妈，然后想报答他妈妈的恩情。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善良。那这个故事当时让我非常有共鸣。那么呢，我感觉到在这个生命中，我是收到很多人的恩惠的。当一个小孩子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像就是追随你的心，然后我们要回馈这一切的恩惠，一切的馈赠。那么这个是读到盂兰盆经这个故事，是让我第一次看到说，哎，这个生命的意义让我觉得很有共鸣，然后我开始礼拜。那当我在三波一拜那个两年的过程中呢，就有一些回忆浮现，然后我就意识到我爸爸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对我成长至关重要的经历。爸爸给了我很多工具，比如说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工具，然后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带，爸爸也给过我作为礼物，然后这些都我在拜的时候，这些回忆都涌现出来，我想说我要找一个方法去回报父母的恩情。What are the milestones along the path towards discovering the meaning of life? 那 there it is. 那我问题给 Menta 先生说，您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里程碑、重要的这些领悟呢？Mornings when I would drop off the food that my wife had cooked. 那么，哦，周二早上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我会把那个供养僧众的食物放在伯克莱圣寺那里，然后我碰到，恒实法师，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很慷慨的馈赠，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不知道如何来回报。那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你也看到我经历了很多成长，很多变化，就很感恩您的这种陪伴。那您问到我的旅程的时候，那么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不要问世界需要你做什么，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感觉是最鲜活的，因为这个时候世界是最需要那些很鲜活的人，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让你能够感觉自己真正的活着。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服务于他人。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您在哪里学到过给予，然后有一个人就说，我从我五岁的孩子那里学到，我有一次就是过了半夜，应该是某一个节日，然后我给了我的五岁的小孩他节日的礼物，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知道社区里有
更穷的家庭有困难的孩子需要这些礼物。 所以他当时选择了一个他最喜欢的玩具送给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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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当时选择了一
even maybe language and thought and all kinds of internal. 这种给予的快乐，它是超越文化、超越语言的，也超越年龄的，就是对人来说是如此的自然。我大概有25年这样的经历，就是我给一点点，我给予一点点，然后感觉不错，然后我也许可以再多给予一点点。所以我就继续给，不停的给，不停的给予。We'll have to see what my dad would say to that. But actually, they both encouraged me, and it was. 我的父母亲也非常的支持我，不停的去给予。那这就是这个第一部分呢，我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Different things, and then you realize, well, actually, 一开始你可能会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后来你意识到你喜欢的是给予。那我，你之前是一开始是先给物质上的帮助，然后后来你说我可以给予我的时间去帮别人做事情，然后又在想说，哎，我怎么可以再给更多？那我现在在上班的话。我可不可以就降低我的生活的需求，然后我就不用工作，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服务他人。然后我就开始想，然后我就告诉我的老板说，我要辞职了。我辞职了，然后老板说，你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我非常的开心。然后我的老板可能理解了我一点点，但是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从办公室搬到车上。我那个时候人生中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真是互联网经济特别火爆的年代，我却离开了那个行业，离开了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当然是有一点点害怕，当然心里内心觉得是做对的最对的决定。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离开公司的情景，然后我到车里面，然后启动引擎。It's by a rapper, but that was, I turned on the key and, you know, this was a song that was playing on the radio and it was Eminem. 然后那个是艾米纳姆一首歌，那个时候车里在放。The real Slim Shady, please stand up, please stand up, please stand up, you know, it's like a rap song. And I said to myself, you know, will the real Nippon man. 然后我那时候对自己说，真正的我请出现。然后那是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从我做喜欢的事情开始，到后来我开始想到底是什么我喜欢的，然后发现我喜欢的是给予，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喜欢我所做的。
shelter and give there. I can go everywhere. I can. 我不需要说一定要，比如说去流浪汉救助站帮助我，无时无刻、每时每刻都可以给予。那是我的第二个阶段，就做在家做家务活，我都会很开心，因为这也是给予，在哪里都可以给予。在家里洗衣服也是一种给予，叠衣服也是一种给予，我也很开心。所以他这是每件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没有区别，对他来说都是给予。那到第三个阶段呢？这个就跟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已经没关了，而是说，是就是我需要什么事情需要做，我就会去做，所以我不需要那个有喜爱的这个情绪去推动我去做。There's a beautiful sign at CGTB. 那在圣城的大厨房里有一个。有一句话说，人生就是洗不完的碟子，我发愿要把它们都洗完。所以事情后来慢慢变得，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不无聊，就因为把自己空掉了，所以那个善的能量就通过你去在世间运行。那这就是我的三个阶段。我在想，石法师是不是可以等会儿可以给我们演奏一首歌。因为法师有知道很多歌。I got my trusty banjo here. And the song is called I Have Enough. 这首歌叫我拥有的已足够。For countering greed.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对峙贪欲的咒语。我拥有的已足够。You know, taking a very wholesome thing and turning it into something very unsatisfying. Why? Where did that come from? That I want more. 如果就是不知足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个很好的东西变成一个苦的体验。When this rises in the mind, you can. 那佛陀讲，贪欲是一种毒药，所以这首歌叫《我拥有已足够》。而且我很感恩，我很感恩我拥有的一切，而且我还想把我拥有一切和大家分享。哈利路亚，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温饱，希望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繁荣生长，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觉悟。Share the blessings, hallelujah, may all be fed, may all things flourish, may all awaken, Bodhisattva. I have enough. 我拥有的已足够，我很感恩，分享我的福报， hallelujah, 希望所有人都能温饱。希望所有的都能够健康成长，希望大家都能够觉悟，菩提萨埵。Share the blessing, share the bles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May all be fed. May all be fed. May all things flourish. May all things flourish. May all awaken Bodhisvaha. Bodhisvaha. There you go. Oh, it's so wonderful. Keep reciting that and greet has nowhere to stand. 大家, and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咒语。 就可以对着我们的贪欲，那你碰说，就是这个资源呢，是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是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欲，所以分清这两者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都分享了一些个人的经历，我们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关于这一个。 就是说替大家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给予更多？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而其他的人，旁边的人也能够学会给予。 那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在一个网络里面，那科学家证明，就是在一个音乐会里面，那个观众还有这个乐团的他们的那个心跳，还有他们的呼吸节奏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是一个。 紧密连接的网络，那么就是有一位科学家，他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网络的研究，比如说，肥胖他们是如何在网络中传染，离婚是如何传染。比如说，然后如果我。 喜欢运动健身的话，我的朋友也有一个更高的概率喜欢运动健身。那我们，那么呢？我怎么样能够对峙自己的贪欲？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我怎么样支持别人的给予，然后能够鼓励周围人的给予。 所以从一个个人的层面，就是到另外一个更加集体的层面。我想施法师有什么分享。 The big, you know, his mind cracks open. Her mind cracks open. She asks, "What is the meaning in life?" And I remember a professor.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好像是一个大学生一年级新生爱问的问题。然后有一位教授就说：“哦，不要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要问。” 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那么，宣公上人呢？他曾经说：“修道的人，哦，这个道是自己修的。” 是我们自己建造出来的。那，出家人就说：“我怎么能够承受这个供养？”就是僧众还有一个名字叫福田僧。那么我们的有一个职责是能够接受居士的供养。 四是供养，
那么知识就可以修福报。那么僧团呢和那个知识之间就有这样一个关系，一个供养、被供养和供养的关系。那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怎么样能够亲近的接受在家人的供养，就是不起分别心，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啊，我想喝这个杏仁奶，我不要喝那个。那我作为福田僧呢，这就不能做这种分别的接受供养。那人生中的意义，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呢？怎么样在生命中创造意义呢？那在我们实践中，inside is called 孔子礼运大通篇。哦，当人们做正确的事，然后，这个是孔子的礼运大通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Virtuous and the able are chosen for public office. Integrity and friendliness are valued by all. People cherish not only their own parents and children, but cherish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of others as well. The elderly live their last lives in happiness. Able-bodied adults are usefully employed. Children are properly reared. Widowers, widows, orphans.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么男有分，女有归，或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是孔子的礼运大同篇。那么you say, you know, we think we've changed a lot and we have progressed and we have new problems now in the world, but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个从这种从新的给予的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是什么样子。那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都被私有化了。那怎么样达到这种大同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边界越来越缩小、缩小、缩小到个人，那我们怎么样考虑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未来？那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交易。那么我们如何把这样一个文化转变？从商业化的交易变成人与人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么我们在我们这就是做了一个关于甘地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甘地说了，甘地呢，他对爱的原理其实比他对爱比对重力更有信心。
那么人类虽然科技发展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化到甘地有讲到五个很重要的元素，你的那大，一个是社群、社区，一个是教育。And so the smallest is leadership, and I find that to be very interesting. 然后有商业，然后有政府职能，最后一个是领导力。Governance be the smallest. 那为什么这个政府职能是一个最小的，在这五个元素中？因为你把很多的很多的职能都交给了这个社会它自己的有机的发展，而不是政府全部承担一切的工作和职能。At least 20 years, I don't know, a whole life or that, but I've been working a lot with volunteers. And one thing, 像我的这个机构，我们是大部分是跟义工在一起工作。那我们如何和义工合作呀？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么通常我们会觉得，哦，义工就是免费的劳力，这是一种。但是在我们这里呢，他们不光是一个达成目标的途径，他们自己的在这过程中的转变也是我们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所以他们不光是免费的劳力。Like even at my personal level, like I could just go to a random country, you know, I could go to Vietnam, I could go to Austria, I could go to the Philippines, I don't know anybody, I could go to Colombia. I mean, 我可以去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我在那里不认识任何人。All of a sudden, I just make a simple thing that just give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like that's the invitation, and I'll do it with.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给予，而且我不求任何的回报。Then I mean, you do it, and you're like, "Oh my God, like that was way more valuable than my most favorite toy." 然后很多人一开始会有点迟疑，但是他跟着我这么做了几次之后，马上就会觉得，哎，我还想继续给予。然后呢，他们自己又走出去帮助其他的人，影响其他的人，就有一个。就好像这个真的是与这个宇宙的这个道相合的，因为如果我是因为我的这个小我的推动去做事情的话，它的效果很不一样。当你不是出自小我，就是出于名和利的推动去给予的话，这个宇宙自然会回馈你，就真的是与道相合。我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和这个宇宙的道相应，把我让我们的小我去一边。这个道呢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你一旦言说了，你就把它定义了，就把它限制住了。那宣公上人呢跟我们讲道理。You know, a piece, an element from the earth had these lines in it. Those are the li,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at's used for the word li. 它那个li字的象形文字，就是里面有一个玉，然后里面有这些
横线。所以说这些理是我们本来具有的，是先天的，就是我们人性里本有的。那修道的人，就是把那些遮盖这些我们本性的这些理的东西把它除掉。那这些东西其他那如果有人要证道的话，那时时刻刻我们都与和与道相应。其实我们没有一刻和道分开，那我怎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这种各种贪嗔痴无明把它遮盖到了，使我们看不到自己本性中的道。John Brody. And when I was John Brody 是一位橄榄球员。然后法师就小时候他看电视看一场球赛，那这个运动员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和他们在明尼苏达州打球赛，这个49人队，那还有几秒钟球赛就结束了。他把那个球投过去，飞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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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49人队就赢了。然后这个 John就说，我当时好像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所以我扔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会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会到那个人的手里。当我们一心就是一个很清净的心去给予的时候，就三轮体空的时候，给的人、接收的人，还有我们给予的这个东西都空掉的时候，这是一种清净的给予，没有执着于是哦，我是给予的人，也没有说接受的人就有分别心或者怎样，还有给予的这个东西。那给予的这个东西呢，它只是一个这样一个能量交换的一个载体而已。所以这三轮都体空的话，你就可以体验到清净的布施的那种快乐。所以这就是道通过我们在世间运行。
我们只是被习气遮盖了而看不到。当我们与道相合的去运作的时候呢，就能体验到那种很自然的快乐。那么当那个运动员在扔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就说一定会有人在那里接他的球，但是这一切的因缘在当下成就了。那所以你好像给的时候没有马上看到事情的结果，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信心说哦，一切的因缘都会圆满，就是一种很深很深的信任。那我再加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宇宙的道离我们并不远，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入禅定啊，我要有什么神通啊才能够找到这个道。我觉得我们空掉自己执着的这种机会其实常常都有，离我们并不远。我记得看过一个足球比赛，那在丹麦队和芬兰队在对战，然后比赛非常的激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两边都想赢。哦，那这个我记得是丹麦的这位运动员，他就昏倒了。那这个也是有视频大家可以看的，然后突然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所有的运动员他们就围成一个圈，他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球迷们做了一件很感人的事，然后呢一边的球迷就开始喊这位球员的声音，那另一边的球迷也开始念他的名字，那全场的球迷都开始念这位昏倒的运动员的名字。虽然他们是两方在对战的这个球队的球迷，但是当有一位运动员昏倒的时候，大家都关心着他的安稳。然后所以我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建立一种文化，那让这个世界更和谐，然后让自己的美德还有其他人美德都能够自由的流露出来，就是我的一个问题。Energizing whole societies, but it starts with an example. 我认为是要从一个榜样开始。就是你自己要成为你想看到的那个改变，那种善良。青少年的时候我以为是说要我变成一个非常强壮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我是最开始是受到我父亲的启发。我爸爸有一个
用那个 ukulele 就是那个小吉他。Beautiful all mahogany ukulele, and it was anything that my father had, I wanted. 就我爸爸有每样东西我都想要，然后有的时候我爸爸让我爸爸生烦恼。因为我很喜欢，我想要爸爸的每样东西我都想要。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找说怎么样，什么是力量，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然后我就想模仿我的父亲，爸爸有一堆书，然后我就去偷爸爸的书看，我想知道爸爸他的思想。我爸爸说你不要碰我的那把小吉他，然后我拖过来玩一下。然后爸爸回来就看到我在玩他的小吉他。然后我生日的时候，就两周以后我的生日，爸爸他觉得他当时训了我，他也有一点后悔，所以我生日早上那天就发现一把小吉他，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还有一张生日卡片。So I picked it up and I was, you know, crying. I looked at my dad and he had tears in his eyes. And然后我当时看到爸爸那卡片上的字我就哭了，然后爸爸也有一点眼睛湿润了。然后我当时马上就感觉到一个用心送出的礼物呢，它是很柔软的。那么我觉得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呢，就是自己先要做榜样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从那个要强壮强硬的这样一种方式。I want to share a story and then we can do some Q&A here. 而变成这样用心去给予的这种方式。But I want to share a story, and I think it's to this question that Reverend Hengshire was kind of pointing to, which is, you know, what's the reason to get out of bed every morning, right? Like, what is it that, and especially... 那我的问题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让你有动力起床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最近有一个 talk 里面他有讲到一个词叫 有一个词叫 languishing, 就是你也不是开心，也不是不开心，但是就是有点懒洋洋的，没有劲的那种感觉。He has a very interesting page in his book, Homo Deus, and he says there's this chapter on the deal of modernity.And he says the deal of modernity is that we trade meaning for power. That back in the day, 这有一位作者就写了，那我们 sort of surrender to the gods, you know, 为了 when you had the plague, when you had the smallpox, you're praying. When you know, a king is ordained, you kind of assume that there is, it's this divine ordination, you know, that goes behind it. And now over time, we have... 当我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呢， like everything is at our disposal, and we're not thinking, okay, 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权利。Let's pray so we get the vaccine. We're thinking, how do you get the most R&D budget into all of thes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so he says that really the deal of modernity is kind of simple. You trade meaning for power.And if you do that a whole lot, then you feel like, wow, well, I know exactly why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 way they are, but then you've lost any sort of meaning around it. And I think this is what Adam Grant is pointing to particularly. Adam Grant, 这位作者，他就写到我们交出了自己的
我们丧失了意义，为了得到权力。Or any good Buddhist monk might describe this remarkable state of fullness, which you can describe as emptiness, but it's this, you know. So, you know, I think that's a question to ask for all of us, like, hey, what's the reason to get out of bed?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问题。早上起来，让你有动力起床的原因是什么？Got dumped by his, I think this girlfriend.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他失恋了，然后他没有跟别人说，然后他妈妈看见他好像不太开心，然后，那是一个高中生。For the son, and mom tells him, he says, son, you know, whatever you want in life, you should make sure you give it. 他妈妈说，如果你想拥有什么，你要一定记得要给予。比如说你想得到爱，那你要记得一定要给予爱。那么这个高中生呢，他就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呢，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You're down and out.And so he would wake up every morning. 他每天早上起床，他的那天的目标就是 to give love, and he decided 给予爱，让某个人开心。然后他就决定每天做一件善事，就是一件，比如说 or a flower inside of 他会帮邻居割他们草坪，或者是。给某人留一束玫瑰花，就是一些很随机的事情。然后他这样子做了三年，然后他的人生开始改变。Appear, and he sees this woman with another man who is kind of confronting her. She's not comfortable. 那有一次他 stands next to this woman, 看到有一对男女在发生争执，然后这个男人好像对这位女士。不是很尊敬。They don't even know each other, but she's like, "Wow, that guy looks way more nicer guy." 然后这个男生出于这种正义感呢，他就站在那个女生旁边。哦，这个后来这个女生成了他后来的太太。This idea of exercising—it's like seeing compassion, generosity, all virtues. 我们的这种。善心还有我们这种同理心我们的慷慨的给予就像肌肉一样你越锻炼他们就越强壮 So if giving is as they say 助人是快乐之本 if giving is the 助人是快乐之本那大家想观音菩萨是不是会很最开心呢因为他有千手千眼他给予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观世音菩萨，他是告诉我们每次念诵他的圣号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他的化身。To save us, 那么观世音菩萨，你总是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来救助我们。你要牵只眼，牵只手，帮助我牵只眼，看着我，所以我的朋友没有恐惧。You will always come to save us from the troubles that we're in.
come to save us from the troubles that we're in.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conversation. And I'd like to just inject, we have some questions that may be answered. But before that, I'd like to inject. 我们有一些问题。 I think I want to elaborate what Nippon said. 我想再讲一下。 梅塔先生刚才讲的那些小小的善举，我认识你很多年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北，然后你当时在做演讲，演讲之后，我们去吃刨冰。 What they give you for your talk, right? You put the whole thing on the table, say, pay for everybody else behind. 然后就把那个演讲的报酬 放在桌上说, 哎,这个就给大家, 给来店里的客人付账单吧。 We see the joy. 然后另外演讲者也被你启发, 也把他的那个演讲的报酬 拿出来, the famous pianist. CD, do you remember that? 然后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的喜悦, 然后我们有, 那位钢琴家陈玉香, 他妈妈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去一个餐厅, 他就跟那个 服务生说, she paid for 70 dinners. 哦，他也付了其他所有那天的客人的账单，大概付了70多桌账单，然后他说那天是最快乐的一天，那就是这些很小的善举。嗯，那在欧洲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在一些小村庄里面。 有一些绿色环保的小集市，大家就是分享他们的东西。那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是都有的。Like, you reach a state of, sort of in the zone, like you talk about. 那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布施。 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的时候, me too. He was my favorite. Yeah, and I do remember a story myself. In a high school competition, basketball competition, and we have 3 seconds left. I hit the ball in the middle. 我经历了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之前讲的那个运动员投球的问题，那个事情，那个是。 球赛还剩3秒，我其他所有人都消失了，我就看到那个篮筐特别大，然后我就投进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个体验。And the generosity is inherent in all of us. So 慷慨这种品质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有的。那你。 不用去寻找一个人生的意义，你的人生意义已经在你生命中了，你只需要把它开发出来就好了。那我们有一个问题，观众的问题，怎么样？哦，对，这上面写如何面对不讲道理的人，要故意欺负人的那些人。 To go the other way. I think for me, the biggest practice that I've had with peopl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it on paper, you read Master Hua stories, you're like, wow, man, this guy was able to. 比如说，你看，宣公上人的故事，
他是在任何境界都不为所动的。但是那如果我还没有到上人那个境界的时候呢，但是我也就是上人的这个原则，我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就 instead of no。 So a no look, this is you're a terrible person. 与其说直接拒绝这个人， even if that feels true in that moment, you never know. Tomorrow you might be a different person, and tomorrow your understanding of why the other person was misbehaving might be very different. 就是我选择不要现在来处理。Draw the boundary which feels right for you, but instead of doing it in a harsh way with the not now, helps you. 你还是要建立一些边界感。Not in these conditions right now. 但不是说现在就给这个人下一个定义，然后拒绝他，而是说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和这个人合作，可能未来有因缘。要么就是我准备好了，要不那要么就是那个人可能有改变，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可能合作或者甚至做朋友，所以就给彼此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就是从直接拒绝转变为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去和这位朋友合作，然后在建立边界感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方式，稍微柔和一些。那有一位加拿大的观众问梅塔先生，I'll be happy to answer that. That's a perfectly round answer. If we let that. Oh, 魂师法师，他也同意梅塔先生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梅塔先生他建立一个叫业力厨房。他们这其实在进行第一次业力厨房善业厨房营业的时候呢，是在伯克利那边。其实它是这个根植于这个僧团的这样一个精神的。那就是说我们给予呢会激励更多的人给予，所以这样一个餐厅就是你在这用餐之后你会看到你的账单为零，是因为你前面的人已经帮你付了账单，那你现在可以选择要不要为后面的人付账单。Also, the tears of transformation that it was wrapped in, right? That, you know, even so many years later, Reverend Hangshur was almost in tears remembering. 就是施法师讲的他父亲送他那个小吉他的故事，这么多年他都记得。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日常的一种交易变成一个令人难忘的这种体验？对，您可以在就是网页上查这个业力厨房的信息，然后非常欢迎您来尝试。Most people think that does not work, that cannot work. We have actually.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种经营模式是不可行的，是不可能的。Was paying more when paying for others.Which is really good. 但后来其实很成功，然后有另外一个研究表示，当你想为we've lost faith 别人付钱的时候，其实你付的会更多，就是你愿意给予的更多。
something so ordinary, like just having. 所以这个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餐厅吃饭，变成一个很特别、很正面，然后与道相应的这样一个体验。然后叶教授想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还是在台北，然后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为梅塔先生的那个之前在刨冰店买单的这个事情所感动，然后他的这位朋友呢就开始为人就是付他们的那个咖啡的账单，去那咖啡店。How do we translate Karma Kitchen into Chinese? 业力厨房还是业力厨房 ？How would you translate 业力厨房？ Karma Kitchen, meaning good karma. 善业厨房。业力，你的业力厨房。Is that a good? Is that? Or is that sounds scary? Yeah, sure. It sounds like a negative Karma Kitchen. Yeah, so.So, 善业厨房, maybe 善业厨房. 善业厨房, oh, 善业厨房, that sounds great, yeah. Huang Lan says, 善业厨房. Okay, we got, that's great. We got Karma Kitchen in Chinese now. Awesome. Yeah, and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eed and wishing for more? 另外一个问题。Over to you this time. 贪欲和想要得多更多的区别是什么？怎么样知道？然后法师说你吃饭的时候知不知道什么时候饱，但如果你已经饱了，但是你看到比如说你爱吃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忽视了你饱的那个感受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胃说我已经饱了，那大概是贪欲，所以其实你不用问其他人，你自己应该能够感受到。那比如说你在喝咖啡的时候，放一勺糖，哎，可以，那放三勺糖可能就太多了，这就是贪欲。善妙坊 means。Great.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善妙厨房。Okay. Yeah, yeah. Good. Okay. Yeah, we got the name. Let's get the restaurant. Get going, right? Yeah. Well, I want to another. I didn't see the question. Yeah.Yeah. There's an anti-Asian hate. You want to ask a question from YouTube? No, I didn't see it. Let's see. I can read it. It's about 850.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counter anti-Asian? 这下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就是对亚裔的仇恨，特别是对女性的暴力，有什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One thing is to put it in context. 我能想到的一个是 my ancestors were Irish, and on one side, and Scottish on the other. And 我的祖先是有爱尔兰的过来。And everybody hated them. There were anti-Irish riots. 那么那个时候，爱尔兰人移民过来呢，就抢了当地人一些工作。那当时就
有当地人就仇视爱尔兰移民，然后还有越南移民。现在爱尔兰移民呢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又有以越南移民，越南裔美国人。那么对整个仇视亚裔的这个就好像是每次就是有外来的族裔还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现在就是轮到可能是远的亚裔。那这可能也跟我们跟美国过去的一任总统有关，然后有一些仇恨亚裔的言论。那这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环境下，好像你越我们被放在聚光灯下以后呢，那如果我是亚裔的父母的话，我会教我的孩子武术、自卫术，不要用仇恨来回应仇恨，然后我们让这个怎么样去中和这个仇恨，打太极，把这个仇恨的能量中和掉。你就坚定你的立场了，但是我们要去化解这个仇恨。那作为亚裔就应该乖乖听话的那种形象吗？不一定的，我们也要很坚定的捍卫自己的立场。Nipun, what's your thought on it? Yeah, no, that's a beautiful metaphor of Aikido and pushing hands. I really like. 那Nipun就说这个和气道还有太极拳的这个譬喻非常好，就是挺直你的脊梁，但是你的心是柔软的。我记得我有次在意大利，然后那有这样一位演讲者呢，他说他和那些有很严重的犯罪记录的人工作。有一次他就在黑板上写有两栏，然后他就问这些关在监狱人的，问他们在监狱里面关的时间的时长多少年，然后另外一栏就写说当时就是促使你做这个犯罪行为的那个愤怒持续了多久，那可能就是几秒或者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所以你看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即使是几秒钟的愤怒可能导致你犯下一个罪行让你在牢里面待很久。And then they went around and 然后这些犯人呢就突然变得很自省，然后他们就反省到说曾经被伤害过的人他们会去伤害别人，然后曾经被疗愈过的人他们也会去疗愈他人。所以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保持一颗柔软的心，但是挺直你的脊梁。那怎么能拥有一颗柔软的心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因缘是我们不知道的，别人的故事我们是不知道的。那
禅师法师他们有三步一拜的日记，就是很多人因为读他的这个日记而被改变。因为他们就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们在三步一拜旅程中遇到形形色色很多种人，比如说有人是给他们扔橙汁，有人用枪指着他们的头，但是他们恒潮法师和恒实法师他们都选择没有用暴力去对抗。There's a long chain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然后他们心里意识到，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有很多因缘的导致的。所以我们通常不太知道别人的因缘。But it can also be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personal growth as well. While we do the external work of being skillful. Yeah.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Our time is about up. We're over time. 我们有一点超时，还有一个问题。当你的生活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就辞职，然后去做你爱做的工作，比如说做义工呢，修行呢？The best answer is to wash your feet.Where are you walking? When do you know you've had enough to live and your basics are fulfilled? When is it to know when it's time to walk away from a job and find out what you love to do, volunteer, cultivate, etc.? Watch your feet. Especially habits are strong. And if you're still supposed to be there, your feet will be under your desk.老师说你就看你的脚往哪儿走，如果你的意愿还没有成熟的话，你也是不会离开工作的。你自己在脑子里给自己辩论，这个就是还没有，也许意愿还没有成熟。你要看说有哪些人需要你的支持继续生活，因为如果你辞去工作的话，他们就失去了支持。那就看你生活中还没有其他负责的人。但是你要看你自己的行动，你的行动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就是你有没有下决心，你的因缘有没有成熟，做出这样一个改变。然后梅塔先生说我也曾经回答想说我要不要出家，然后我也在想要不要出家，我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在自己辩论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位法师就说，如果你还在问问题的话，你就还没有准备好。那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那个时候还不够好，所以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好坏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个分别。那所以我也同意你要听从你的直觉，而不是你的思想。你看你的直觉，你内心的那个最坚定的声音。No escaping it until we awaken. Right? That's what I've learned, Reverend Hingshire. Did I get it right? Hallelujah. Hallelujah. 然后梅塔先生说，如果不能最终的开悟的话，这个苦也是不能了的，到哪儿都一样。那下礼拜呢，我们还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嘉宾。有一位犹太教的牧师，还有一位医生。
大卫·巴伦牧师以及玛丽莲·施利茨博士。Or other sounds that we can conclude. 我们请恒实法师给我们带领我们做功德回向。石法师说，今天听到梅塔先生的故事和大家分享，然后回答大家问题，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感恩的。From Medicine Buddha, this is truly a 汉传佛教的贡献。This is a from the Chinese 药师灌顶真言。Gives us a mantra that when it goes out, it puts us in harmony with the Tao in terms of healing. So 那我们念那个咒语的时候呢，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疗愈。In an evening like this, 让我们分享这种法喜。谢谢叶教授的组织，谢谢金勇法师的组织。那么我们把今天这所有的功德呢，把它发射出去，把它分享出去，让药师佛的能量。Please make your own wish. 大家可以回向给自己想回向的。Bhagavate Prabharajaya Tathagataya Arahate Samyak Sambuddhaya Tadyata白沙街，白沙街，白沙家，萨姆达提萨哈。阿弥陀佛 ，Thank you very much, Reverend Hanson. 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感恩恒实法师，还有梅塔先生。大家晚安，下周见。See ya. Bye. Dharma Master Jing Yong, would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No, it's fine. It's a very good session today. I think many people really enjoyed it.Appreciate Dharma Master Jing Yong's guidance in making this session happen. It's all your idea. Okay, good night. Good night, everyone.